将军，将军！啊！哦，太衰啦！进前你跟我斗三工离开疗养院，我拢无好好甲你说多些，等到对你歹亲情，甚至搁怀疑你才跟我是有目的的。结果你唔但拢无跟我计较，搁跟我斗三工，我真正就需要好好甲你回一下心的。哎，嘛多谢你。你唔通安尼讲啊！是我拄好听到伊对歹心大娘仔某，搁咧想空想空，想要甲你创治啊！而且你这不是阮同学的呢，我同学嘛变得红红白来。好，我你讲，我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报答你。你要报答我？那呢，我好好啊想一下呢。我歹听话先讲在头前哦。你爱我替你跑腿，还是任何我会当斗三工的代志，迄拢会应接。啊，不过你就是袂当，袂当接我的班椅。你讲我要接你的班椅啊？无你安尼看话，什么意思？我调过去让你坐的啦。你自多吃到现在已经欠了我两次了。欸，做人怎么计较这么多？咱吼算是不打不相识，而且还有革命情感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咱可以做好朋友，既然是好朋友就不用说什么报恩不报恩了。再来说咱真紧就是 partner 的关系啊，敢毋是？好朋友 ，partner。OK， 时间无济啊，咱该出发啦。查甫就危险，看不起。哎，天涯的无只多好的代志，应该是我看不着。依林，阿姑，好佳哉有你，拄只记者会也最顺利的。阿伯讲，我拄只佫专工等伊死的呢，一个一个拢起步。阿姑，我来介绍国际喜悦董事长钟雪清女士，和你认识一下，来。没熟悉，没算熟悉啦，拄啊伫饭店的电梯口小可影到，有淡薄印象。我过来陪田中先生去参观，真欢迎熟悉你，王先生。招待田中先生是我们日月星饭店的景点，我来请啦。唔免啦，我那个有我的行程要行，临江啦。林刚，从等来看起来敢足赶嘞。阿姑，无咱来食饭啦。我还有代志，不急嘞喏，哈。
是安怎多啊？你要讲你无熟悉我？咱两个本来就无熟悉啊。伫咧度假之前，我唔知你叫什么名，你嘛唔知我是谁，敢唔是？唔知我叫什么名，是安怎？咱伫咧三十年前就已经发生。黄先生，发生迄款代志，敢真正当当作拢无熟悉？迄款代志什么代志啊？就算我会记得你，迄嘛并不代表我熟悉你啊。那你麻烦你去解释一下，是安怎你一看到我，你的态度就180度的转变，这就真明显了。三十年前发生的代志，你明明就会记得。哎呀，咱们啊，一边，俺家笨蛋，搞到底他们哪，干不干的哟？哦，哎。Mango， 人无伫遮。哎，人也无伫遮，过来包车。Into trouble? Yes, you know, it's trouble. I'm sorry. Anybody want a drink? Beer, please. 在哪？咱港乡啦，都在多谢你。你话要来就要来，话金就金，今话走就要走。啊，无嘞。你想要创啥？我拄仔在改位，你想我请我啉一杯？好啊，要啉，咱就来啉一告杯。看我这个本事，你要生生水炸弹？袂歹嘛，看起来你嘛真够啉，安尼当一定真好耍。咱来比赛，一个人一角出一把，一摆啉三杯，到最后什么人精神，这一局就是伊的。我是无想要跟你拼啊，我会先打战前。人我做兵的时阵，人拢叫我陈飞弟。该度的，一个老年人怎给呢？看白哈红。阿娜，林叔啊哈。嗯。我服输了。会让这条这样的高追的查某囡来 kiss， 我得一个你啊。你这查甫人。搁这尔高追哦，一个小小的 kiss，
你就满足啊。好啊，等当年咱只不过是时机拄拄啊好，萍水相逢。你即马搁提起要创啥？敢讲你想要跟我再续前缘？你想想这样，毕竟咱是因为怎样代志才熟识，不过最是要讲啥？其实今日找你，另外还有一项真重要物件要行李。这张美金，你应该无帮我忘记啊。最后我到底什么意思？刚在心肝内，张梅，就是一张狗眼。你摕这旧的美金，是要跟我换新的美金？歹势，我这不是银行。是调岗地震的实际地点，这是长长年月留落来的纪念品。不过我到今嘛，讲唔知影你到底什么意思。你认为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，跟我无关系。你把我当作什么人？你这嘛意思是，你还唔敢给他50亿？你是把我当作你是不是男兵，还是把我当作牛郎啊？你这样激动是要创啥？咱只不过是困一暝，刚刚我给你卡着，你就要嫁给我？我无这个意思，俺哥想我是不是应该？别讲遐尔侪废话啊啦！若不是今日拄到你，彼暗的代志，我即想永远拢想袂起来。你，我廖尊讲，所有查甫人的想法拢跟我同款。第二，你搞我狗狗电视，搞我什么意思？还是讲，你只有彼暗的经验？谁讲？这跟我来找你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想要表达的是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价值观。在我的观念内底，人的价值是袂当用金钱来算。人甲人的感情更加毋是50亿就会当拄起的。咱也毋是男女朋友啊，是讲什么感情啊？我知啊，你就是认为这50亿太过少嘛。无你爱偌济，你开出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了，咱田无沟水无流，黑暗的代志，谁都莫搁提起啊。妹，你卖俩尊公，你上该高尚，跟你一款人有关系，传出去我嘛感觉足见笑。这只行李，我的尊严，你买不起。30年啊，想会到我可以拄到伊，偏偏伊阁是吴依林的阿姑。我起码甲吴依林合作，安尼以后，我唔得常常去拄到伊。